兄弟们，早上好呀！今天路过河边的时候，发现这里有好多鱼，这让我心动不已。看看徒手能不能抓到。哎呀，这也太灵活了，毛也没抓到。这样可不行，回家组装一下抄网，准备去捞鱼。现在准备出发，到河边了，先来一网开个张，拿上来看看。哇，捞到了一条，看样子是条桃花鱼，这鱼特别灵活，居然还能被我捞到。先给鱼儿来桶山泉水，防止缺氧，这鱼生命力非常的脆弱。这里是藏鱼的地方，过来捞一网试试，拿起来看看。哇，这次捞到不少品种呢，这条是草鱼吗？还捞到了一条七彩鱼，非常漂亮。哎呀，这鱼的弹跳力不错，跳高冠军非你莫属。这个鱼肚子好大呀，这鱼比我指甲盖还小。你别笑，这片水草下面说不定躲藏了不少鱼，捞一网试试，看看捞到了啥。这次捞了不少河虾，河虾就喜欢躲在水草下面，先放进桶里。还有两条迷你小青鱼，剩下的全部都倒进桶里。这里有不少鱼，来个一网打尽。好像不少鱼进来了。哇，这条七彩鱼好漂亮呀，听说遇到这种七彩鱼会很幸运哦。这里还有一条小点的，把它们通通都打包放进桶里。我好像看到了一只甲鱼，差点把它当成石头了。这甲鱼好听话呀，自己跑进抄网了。怎么把石头也捞进来了？这甲鱼和石头的颜色也太像了吧，就是个头小了点。今天捞鱼还能意外收获一只甲鱼，真的太幸运了。